赛能发挥出最好的状态。对运动员要求很高，第一没有伤病，第二体重控制得非常好的状态，第二成套也很熟练，这样会更有利于发挥出他的水平。我们看邓玲玲的高低杠，肩上摆倒立，弧形蹬杠上，来弧形上，大换成扭，反套扭反，扭反180，托卡切夫。再换成扭，扭360，又接一个前空翻分腿。黄玫瑰，灯刚上，大回环，大回环，直抵旋下。邓玲玲。邓玲玲在北京奥运会上呢，她除了高低杠没有比，另外三个项目都上了，而且是零失误。对，应该说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个金牌，也是立下了汗。